5月28日，屏东圣灵降临日，众教会联合主坛祷告会，来自50间教会400多人齐聚屏东县政府大礼堂，一同发出嘹亮热切的敬拜和祷告声，迎接上帝掌权在这片深爱的土地。今年首度与屏东县政府进行副县长、民政处长和客家处长皆到场，并上台接受祝福，从中看见了上帝做奇妙的心事。政府的各级官员的祷告，这些祷告你都听到了，你要将这些祷告、这些祝福一一在他们的身上来展现。让奉耶稣名宣告，他们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天父上帝你同行。每一个决定，通通仰望你；每一个决定，通通是荣耀神、利益人。在他们做每一个决定所需要的智慧、能力、权柄，你要供应。这样祷告，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屏东圣灵降临节联合祷告会已行之多年，除了前两年因疫情改为线上进行，其余皆无中断实体祷告会。这天全场2.5小时的扎实烛坛过程，会场的椅子越摆越满，人潮陆续涌入，潮呼欲呼，依序祷告感恩、认罪悔改和宣告。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你的法则能够带领我们穿过一切的艰难，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成为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，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主啊旷野开道路，并沙漠开江河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带着一个诚实主啊悔改的心，说主，今天圣灵降临节，我愿圣灵也在我们里面，主啊挪去我们一切的蒙蔽，让我们的心里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，让基督成为教会的房角石，让主啊基督你的话语成为生命的房角石，把那个被夺去的、被掳掠的、被吞噬去的，主啊要30倍、60倍的、主啊100倍的夺回来，让这流失的百姓能够因着你的道，在你的教会当中发出亮光、发出真理，活着的江河涌流，再一次的看见教会的复兴来到。主，今天你再次听我们的祷告，让话在那里的话在我们里面是有根有基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相信当基督的儿女为国度守望，拿起祭司的权柄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其他的都会加给我们了。